次日，有知情人士向全明星探爆料，黄圣依在杨子父亲葬礼上披麻戴孝，并提供多张图片。这些图中能清晰地看出黄圣依身着孝衣，头戴孝帽，神情肃穆哀伤。如果不是逝者直系家属，断不会有如此重孝在身的资格。据知情人士表示，黄圣依不仅披麻戴孝，还在葬礼期间迎来送往，叩谢打礼，儿媳的身份似已坐实。2011年10月，网上曾传出黄圣依国外怀孕待产的传闻，该传闻绵延至次年3月中旬，在网友距离公司间引发了堪比谍战剧的拉锯战。而照片上正有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，一身重孝坐在黄圣依身边。从年龄上推算，这个小男孩应该就是杨子家族孙一辈的子嗣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黄圣依为杨子生下的儿子今年已经